来到大家早安，我们现在去剑湖山玩。我们昨天其实就已经到了，那我们看到烟火累死我了，就是很想在家睡觉。我在影片里放上我昨天拍的烟火影片哦，给你们看一下。今天天气就是属于一个阴阴凉凉的。好，虽然什么都不敢玩，但是我们等一下去看我们会玩什么设施。Go， 哈，对，好。不会吓死，拜托！但不能浪费钱，所以必须玩。我玩完咕咕飞车了，我觉得呢，那根本不是什么儿童游乐设施，明明就会恐怖。我姐说非常好玩，但是呢，我觉得我还是得胆量得加油。我跟你说，我现在要再去玩一次旋转木马。特爱旋转木马，我们要去找 fancy 的马。耶！飞高高，旋转木马，哟！唯一最不会怕的，是我唯一不会怕、唯一敢玩两次的，我等一下再玩第三次。耶！跟看他们在玩海盗船，要起飞了，我根本不敢玩。好紧张啊！我光是看我头就晕。跟你们讲一下，就是补录一下，就是剑湖山我三天两夜跨年然后住下来的心得哦。你看我跪着 ，OK， 我瞧一下。好，就是我觉得以三天两夜如果都待在剑湖山来说的话，真的是有点久，因为其实有点小无聊，因为就是吃饭，然后跟去剑湖山玩。那其实剑湖山也没有很大，它不像九族跟六福村一样有可以看动物或者是可以了解一些文化的地方，所以其实它园区不大。那我觉得如果这跳票卖两天一夜的话会更好，这算是一个小缺点。然后吃的方面我觉得 CP 值是蛮高的，但餐点不算精致，如果你要说它精致的话没有，但是你想到的它都有，不管什么泰式的，然后生鱼片，热的中式它都有， CP 值很高，但是就是没有到精致。然后另外住的话，就是我觉得它房间当然就是偏老旧，毕竟剑湖山也是一个蛮有历史的饭店这样，不过就也是干干净净，然后该有的备品也都有。就以上我住下来心得。如果要说缺点的话，就是可能就是第一人太多了，因为第一晚我们去吃饭的时候人真的很多，然后烤面包都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等到你根本就你烤完你也不想吃了，这就第一个缺点，就是人有点多。然后第二个缺点就我刚刚说的，就是三天两夜其实有点久，等于说第一天你下午进去，你第二天一早你可能就会回家了，如果是两天一夜可能就会比较刚好。然后这就是我剑湖山住下来的心得。早安。
哎、欸，现在已经不早了，现在已经下午三点。已经晚了。对，我们现在在奇美野餐。我们买面包跟我们等下去。站太久，站太久。我们等下去那里拍照，那里。我已经在那里拍很多次照了。学士服，哎、欸，我已经在我的影片拍包几百遍了。来吃冰淇淋，我们的冰淇淋。这个很辛苦。真的好吃。来吃火锅。Hello， 满满的火锅。拜拜。你跟他说拜拜。有，拜拜。Hello， 大家，今天是星期六，然后我们刚刚已经去陪教练拍摄完毕了，因为刚刚出门太赶了，所以就没有跟你们说今天要干嘛。那我们刚刚主要就是呢，去陪我们教练拍 My Protein 的新产品，然后我拍一些非常小的片段，到时候再把它放到影片里。那今天等一下就是回家，然后我们晚上要去看阿凡达，期待，我们已经约很久了，今天终于约成。等看完阿凡达，跟你们说好不好看？我们来看阿凡达。李伟彤。12月有他，1月也有他，他真的是约很勤。但不知道这应该有可能是我们这里的，应该是，没关系，学校甜点很好吃。可是我没有发现脸特别肿哎，我看，嗯，有啦，有肿一点，好好笑、哦。哇，我刚想说。为什么他牙齿痛？因为他去拔智齿，因为原本上礼拜要约，拔完就好了啦。我也拔了，我拔四颗。必经过程，耶、yeah! ！庆祝拔完智齿，哎、欸，全部拔完了，庆祝！点的东西来了，就是柠檬糖霜肉桂卷。芝麻风味纳提，是他点的培根起司，热呀，巧巴达，然后还有这个是很特别的，古早味面茶燕麦牛奶，超浓稠，好喝吗？我喝不出来什么味道哎、欸，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再帮你喝看看，好，但蛮浓稠的。那个很特别，但我不知道什么味道。嗯，感觉是不错的，是非常好喝的。我觉得下面的那个面茶跟燕麦柔和的很好，就是它有燕麦粒，然后又有面茶香，然后点热的很暖胃。上面奶油就没有特别突出，但总体而言是可以试试看，还蛮特别，没喝过的味道。早上很适合来一杯。很好喝。有芝麻粒，然后有拿铁味，而且是偏苦的，是我喜欢的。好，好喝，这可以点。
芝麻辣蹄，赞。Hello 大家，现在已经下午5点了，然后我们刚原本喝完咖啡，我们就跑来奇美，我们跑来奇美逛街。我跟你说，刚出门他帮我解决超多事情的，我们买到了超多东西，问到了超多东西，真的进度真的超前。然后我们刚刚去拍一个拍电机给你们看，废物只要50块，然后给你们看这画质，脸不要秀，脸不要秀，你看这画质什么鬼啊？没打灯，然后没打灯，然后没修图，没美机。然后还是反的，对哦，对，它是反的，50块两个，啊，没关系啊，就求他这可爱的企鹅啊，他说如果是安妮亚，他也会花，傻眼，好，就这样，然后我们差不多要跟对方说再见，因为我等一下去运动，然后他要回家了，拜拜，这就是今天的小片段，然后过几天有活动我再拍 ，OK， 拜拜 ，Hello， 大家早安。现在是星期三，1月11号，然后后面这个背景有点阳春，好像有一点反光，但没关系，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我们今天要干嘛。等一下就是南达来我们家做蛋糕，那么今天想要尝试的是他在巴西的时候他妈妈最常做给他吃的蛋糕，然后是一个算是台湾比较不常见的蛋糕，然后他要用椰浆，我刚刚还去买。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来尝试做看看，然后他等一下就要来了 ，OK， 那等一下再拍给你们看，感觉应该会蛮甜的，因为我看要加糖，又要加炼乳，应该蛮甜，而且他要明天才能吃，所以等一下可能就拍怎么做。那我想说可以再做一个巧克力，不是巧克力，香蕉棒蛋糕这样，然后中午可能就吃个火锅 ，OK， 然后我们等一下要看眼睛。看 Wednesday， 有谁有看 Wednesday？ 但我已经看完了，想说可以再看一次，因为太好看了。OK， 那等一下就拍给你们看。我们现在开始要做蛋糕 ，and we put like 3 eggs and 175 sugar. Mix it up. Workout.240克的面粉，哎呦，sorry， 倒下去。好，我来接手。好，等一下再给你们看要干嘛。还是要用这个。我们烤好了，然后现在就是呢，要把上面戳洞，然后就是我们调的那个酱里面有椰浆、炼乳，还有牛奶。然后再把它淋到这个蛋糕上就做好了，超快了，但这个烤了40分钟，等一下给你看。苗栗大概耗时1.5小时，顺利抵达。赞！我们要来吃早餐，因为呢，我们看不懂它是紫木的粉丝。橘子。
边。这里橘子。我们在这里拍照，超漂亮的帐篷。你看。我们终于拍完照了，我们要去采橘子，然后去吃饭。要吃什么？想吃什么？好大的耶！想吃好吃的。好饿哦，超冷的，这里超冷。我们拍了两个小时。对，而且还没有太阳。值回票价100块到300块再查。推推推，沉香森林推推。用麦当劳做结尾。战报，我们来逛拉拉 port 新开的。我们逛了，我们逛了一整栋。一整栋只买了六七蛋糕。你给这栋建筑物几分？我给台中拉拉 port 35分。满分100，我大概就40分。大家来记得逛 Nicole N 就好。真的逛 Nicole N 就好，我觉得其他的。大家自己斟酌啦，大家自己斟酌。北馆加油啦，南馆真的不行。北馆好像6月才来，6月。至少多进一点品牌。快闪。大家早安，我们现在来吃开饭川。这是我们。要确定人不会像他直接这样子。四大金钗的年度尾牙，给我们看。超多。好的。今天是我们四个人最后在过年前最后一次吃饭了。我们在最后一次在吃饭。下学期也不会见了。跟大家说 hello。你说到下学期。好吗？叫老板祝大家恭喜发财，兔年行大运，数钱数到吐。换你了。我没有什么，你太突然了。对啊，一次3-4句哎，不可能。昨天要讲吉祥话才有年终奖金吧？大家才有很多钱拿。兔年行大运，一整桌满满的，就喜欢这种爆桌的感觉。爆桌是什么词？祝各位赚钱赚到吐。